在排队的店，我最喜欢的店。现做的都是现做的，我最喜欢的是这个榨菜丸子。恭喜发财，今天是大年初三，水阿姨带你们逛逛东港的菜市场。今天我是从菜市场后面的巷弄走进来，菜市场后面这里有很多摊卖东港肉丸还有肉桂。那我要给你们推荐水阿姨最常吃就是固定吃的这一家，是菜家肉丸。你看现在排了很多人了。那我们这样快点啦，我好公共的啦，曾经在我的影片里面出现很多次。那这一家卖麻糍很贵的，也是很老的店。推荐你们吃的，手工现做的鲜奶蛋糕。还有这一家也是我必买必吃的，我从小就爱吃的榨菜丸子，榨四季豆，这个应该是榨香菜，还有榨地瓜、榨芋头，都是现榨的。老板娘在这里卖了很多年了，还有榨茄子。我最喜欢的是这个榨菜丸子，好吃，推荐。这件上衣还不错看呢、女人家出门最爱逛的，最爱看的，很便宜。你看，这个冬天的长裤一件才180-250。这一家童装也是在东港菜市场历史悠久。这是什么钱？这是料红钱，料红钱。啊，这安那卖？金高吧，一袋金高吧。啊，伊这够有两个？有哦。这是野生的还是饲的？野生的，特别稳的。特别稳的啊，哟。哎，特别稳的。哈哈。我之前没看过你，之前没看过你。真的吗？真的啊。哈哈。啊，是你大将面。谢谢大将面啦。老板的青菜都是自己种的。袋子的，这家的玉米，煮好的玉米也卖了很多年了。我最爱吃玉米，但是通常我都是会自己买回来自己煮。樱桃，姐，试试看。这是哪里的樱桃？智利的。智利的，一个就好。这等级很高啊，这不一样的，对，大小不一样，吃起来口感不一样哦。可是我觉得有一点比较硬口，比较脆。但会脆啊，对不对？脆才好吃啊。冬天的已经这样够脆了。对。你要吃看不一样，它这个大颗一点点。怎么卖？这是最大颗的。怎么卖？有200、250、300。
你说的两百五十。哎，都是一斤。你试试看看，你看没关系啊。哎，你看不出来了。Hello， 妹妹。都有200、250、300，试试看啊。一个200的就好。赚个便当钱，来买一盒，一盒够吗，老板？够了。阿姐呀，来哟，一年啦。你又加点哈，不要吃了。这是红豆嘛哈？2、2、3、4、5，哎，阿姐偶尔能得喝。来，阿姨，谢谢。谢谢你，现在等下杯啊。炸物，对啊，老婆要吃啊。过年前有跟他买河蟹，加六什么？你要吃什么？前面卖鸡肉现宰的，通通休息。卤米血还有油饭，可是就是那里没有人用。
息的比较多。进去里面看看卖鱼的，跟你不一样啊，这人做拢是的啊。里面这一家卖米粉卖霸王的，也是认识的好朋友朱雪汤。这个糯米大肠，这家阿兰卤味也是在地很久。休息。菜市场里面这家卖生鱼片的，我觉得它的品质不错。这是葱啊哟。哎，嘴巴安怎呗？谢谢。樱花虾、黑膏，还有鱿鱼子。这家卖牛羊肉的也是在地老字号的。东港菜市场后面，这家卖霸王、卖大肠、猪血汤的老板，现做的霸王。没猪血汤啊，哈。我是神汤。是神汤，对。现做的都是现做的，很老字号了。你看。他的店在前面，吃霸王的人这么多。每一家各有拥护者。家人是吹哟，家人吹啊。啊，那原味的没有。没有。这是菜市场后面有很多面摊，那今天也休息了。像这一家它也是老字号。这是菜市场后面的。这家好吃哦，这一家茄巴米，它的红烧肉你们来一定要点，红烧肉跟粉肠都很好吃。我最喜欢它的红烧肉。那带你们逛了一圈菜市场，也给你们推荐了水阿姨爱吃的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转发、分享。下一集再见。